老师一个热情的掌声，鼓励一下，这个飞行的非常漂亮。那每一年呢，在我们风筝的舞台，国际舞台潍坊风筝赛，都有双人的芭蕾舞风筝比赛，就是用特技风筝，当然也有四人的一个团体的比赛。好，那我们台湾队每每到我们国际的风筝舞台，都每一年都获得非常好的成绩。那不仅在中国大陆，在世界各地呢，他们现在也希望运用风筝来做城市的推广，做热火的一个行销。那刚好我们新竹呢有风筝之声占了第一支店，所以各位每一年的这个九月呢，都可以期待我们举办的风筝节，希望每一年都可以欢迎所有现场的好朋友一起来参加风筝节的活动。那顺便预告一下。